经过这次事情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大家这么喜欢我，这么需要我。没办法，我就是这么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只好让你失望了。OK, come here.我赶上了吗？来得及。穆世庸，我刚刚在洗手间门口看到很多中国模特，是怎么回事？菲菲姐，那都是我请的。为什么？我用外模用习惯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菲菲姐，你别着急，我保证给你个惊喜。不是，演出开始了。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裘绮，齿如护膝，琴手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诗经卫风中题咏的那位美丽高贵的庄姜，正是中华女性古典美的象征。千百年来，一代又一代女性对美孜孜不倦的追求，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诗词营造的美丽梦境。腰若流纨素，耳著明月当，指如削葱根，口如含朱丹，这是女性颜妆之美。媚眼含羞荷，单唇逐笑开，这是女性羞涩之美。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，揽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，这是女性慵懒之美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，这是女性娇艳之美。雨滴花腮，荷泪胭脂落，这是女性气容之美。中华女性之美体现在发饰、妆容、服饰、鞋履、配饰等的协调搭配，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而系统的女性闺阁文化，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无数美丽动人的传说。
对对对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这个没什么印象，怕就是没有什么辨识度，我怕将来。菲姐，菲姐，菲姐，您在电话里跟我说您要终止合同，这什么意思吗？我还请电脑团队呢，那是多难请的团队啊，哪能说不用就不用呢？您别听别人忽悠，我跟您说，这国内有些团队啊，资金紧，活还不好，很难登得上大雅之堂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这不是为您的这个秀着想吗？我跟您说啊，您的秀这么大，一定要找好合作对象，一定要慎重啊，菲菲姐。秀呢，我是一定会办的，但是规模和成本我会严格的控制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会在传承上投入一系列的广告，届时由时尚达人、美妆博主和视频宣传，让线上平台和全国的门店实现即秀即售。那您这个秀就要延长时间了，得延期好长时间呢。据我的个人经验啊，这时间一拖延就会产生无数个困难，到时候烦死您，那比得上咱们的合作。飞机已经上天了，这中途卸货您看。我跟你签的是合作意向书吧，我现在是在通知你，不是在咨询你。飞机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现在正在开会。那个，我们要不要再讨论一下？好啊，拜拜。反正也不着急。这个还不错，个子也够高，咱俩眼光一直都保持一致。视频角度选的不错啊，怎么样？当女英雄很爽吗？多亏你的提醒，我才能早有提防。做好事不留名，很容易让人误会的嘛。那看来你是准备违背诺言了。哎，经过这次事情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大家这么喜欢我，这么需要我。没办法，我就是这么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只好让你失望了。后会有期。